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论影时光，我是小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日本悬疑片《鱼行路》，故事围绕一个未破解的家庭灭门案展开，最终谜团解开，结局让人咂舌。电影的主角田中武志是一名报社记者，相依为命的妹妹涉嫌虐童入狱，为了忘却烦恼的武志找来一年前灭门案进行追踪报道。武志先是约见了灭门案男主人田向浩树的朋友，从他的口中了解到浩树曾经与好友一同玩弄了公司的同事，但该同事并无作案嫌疑。之后武志又采访了案件的女主人下原有希的大学同学宫村和尾形下原，是文印大学的外部生，因为形象好气质佳，成功的打入附属中学直升上去的内部生中。打入内部生的下原看见长相较好的同学时就会与他交友，然后介绍给内部生认识。但宫村在与内部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遇见了同事外部生的男友尾形，下原得知两人的关系仍将尾形抢了过来。宫村告诉武志被下原害了的女生还有很多，为了确保宫村的话，武志又采访了尾形。临走时武志将尾形抽完的烟头装进随身的垃圾袋中，却不想正是这个随意的举动躲过了一个劫难。武志将采访内容报道出来后，有人主动联系上武志，说自己是全世界最了解浩树的人。原来浩树毕业后为了找个好工作，同时交往了很多家境富裕的大学同学，所以猜测浩树一家的灭门案极有可能是某个受伤女性的报复。妹妹光子这边的调查也在继续，检察官向武志了解到光子从小被父亲性侵，而光子这边也正在心理诊疗室回忆童年的事。光子的父母十几岁便生了哥哥，一个孩子都照顾不好的父母又生了他却不照顾他，甚至饭也不给，只有哥哥做饭给他吃。父亲在他小学时就开始对他性侵，哥哥一直不曾发现，直到几年后有次听见屋里妹妹的哭泣声，哥哥把爸爸打了，家也从此散了。检察官问起光子孩子的生父，武志却说唯独这件事妹妹不肯告诉他。这时宫村打电话来约见武志，说想起一个人被下原毁了一生，而这一人竟是自己的妹妹。妹妹为了逃离痛苦的生活努力考上文印大学，却因为美貌被下原介绍给内部生，最后被轮奸。武志担心警方知晓便杀了宫村，在宫村的烟灰缸里留下了尾形抽过的烟头。妹妹这边心理医生出去接电话，但她的叙述仍在继续。她想和一个真正爱她的人生个孩子，然后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多简单的梦想。但她的孩子从来不笑，抱她也一动不动。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牵着女儿一脸幸福的下原，可下原看见了她却连一个微笑都没有，径直地走开了。她内心的苦楚再也绷不住了，化成了浓浓的仇恨。她从下原家的厨房进入，拿着她家锋利的刀捅死了浩树，然后上楼捅死了正在哄孩子睡觉的下原母女。讲到这里医生打电话进来，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告诉光子孩子死了。影片最后检察官找到光子生母，问他即使是被生父抢上怀的孩子，光子也能产生将孩子生下的想法吗？母亲说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哦原来你不知道。而光子在哥哥探监的时候说能拥有只属于哥哥和他的秘密，他好开心，将所有的谜题彻底解开，孩子是哥哥的，因为近亲孩子是畸形，连笑也不会。这部电影看下来的大部分感受都是阴暗，唯一觉得善良单纯的人却是杀人凶手。我是小影，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论影时光》。